到美国去，我没有谈到具体的美猪的问题。我说过，开放的问题，维护国人健康的基本立场，我不会退让。猪农的利益，我也绝对不会被牺牲。我的原则很简单，我们一定要做好食品安全的管理，让民众可以安心，每一个生产的过程都受到严格的监督，让人民对维护食安制度跟执行的信心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绝不能牺牲猪农的利益。国民党以贴标签的方式认定我要开放美猪进口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绝对不会牺牲猪农的利益。有关于美国牛肉跟猪肉的进口的议题，在保障国民健康的前提下，进口猪肉莱克多巴胺以及放宽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，美国牛肉和猪肉进口的议题，但是因为时空环境的改变，让我们能够有空间做进一步开放的决定。政府绝对不会牺牲本国的猪农的权益，仍将设立100亿元的养猪产业基金，确保我们猪农的收益不会受到影响。维护国人健康的基本立场，我不会退让。猪农的利益，我也绝对不会被牺牲。但是因为时空环境的改变，让我们能够有空间做进一步开放的决定。